搞那个身份证出来还高呀。搞的那个社会零差八九。我的这些香港安乐，个个都要犯事，个个都要公开，平平正正，莫俾啲咩美国佬啊、英国佬啊、台湾佬啊搞乱我哋呢度。What a shame! What a shame to Hong Kong!做人不要做到这样，你们做事还做事，不要影响人家饭碗的嘛，天收你们啊，这样做人这么后生。我们香港乱够了，我们不可以这样，我们建立了起来的香港繁荣的安定，我们不可以被这些暴徒呢去搞乱了它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警察加油加油，我们香港人加油加油，支持警察，支持警察，想再有見到呢啲咁嘅行為啦！我哋唔要暴力，我哋唔要違法。如你有訴求，好似我哋今日咁，我哋都有訴求。我哋好和平地去講我哋嘅訴求，講訴求唔需要訴諸暴力嘅。更多精彩，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。